这是一场长寒局，等小孩适应了防御的节奏，我相信后面小孩会就像现在一样后发制人的调整一下，并是抢失误的，大家不要着急啊，抢失误的对局。王一最强就是九七啊，他只玩九七，他比较专一啊，比较专一。东丈打神乐，说实话第一把从象限来说还是不大给力的啊。来大猪抓一个铁拳回头，现在往板中摔，没有资源。神乐现在三期在手啊，大猪现在想能来反击都不敢反了，现在怎么办？跳吗？继续用柱子牵制他，能来反击，回去吧老头啊。现在王一现在想出去转球没有用的，真的是勾不了他，再次破防成功。那么现在就要被活生生被他磨死吗？关厕所。王一现在大喊一声放我出去。好的，近身站清腿，马上确认针头。那现在小二还是有机会的，六秒五秒钟解决了黄奕，一挑三。毕竟是抢失误的啊，毕竟是抢失误的。目前小孩的低分是在七分，小孩的低分是在七分。感谢歪队小编的撩一下啤酒啊，欢迎我续写大佬回家，感谢续写大佬的灯牌。今天晚上来对于黄奕对战小孩，3-7。哇，你觉得黄奕能不能拿到那个拿到10分？搞个语言啊！这是抢失误的啊！黄奕九七连小孩打不赢啊！去，小孩九七虽然说不是一线吧，但是他的意识啊，对吧？他的意识能够给他做一个弥补吧，立回他。压了之后木压一个战 C， 这个打了个确认啊。那先可以可以，这波连刀打的小孩也是有点懵，罗伯特没想到这一把这么争气，这一把小孩要被打一挑三了吗？你觉得小孩这把能被穿三的话刷一个9，记得他不能被穿三，刷一个6啊，真的被我拆了，真的没有被穿三。那现在要打一个反三局了，有八神在，对小孩来说啊，心里就有底气了。半血打对方的两管血，回避回撑，回避对方的一个小旋风拳轻 A 啊。东丈那个小旋风呢，也是能打到。40秒，好，下盘3点，劝收死亡月旋风，哇，帅，4-8。